刚才二位跟您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我们两个走上台又一次激动，因为有朋友送来礼物，是特别开心。台下坐了几千观众，就两个人送礼物的，我特别开心，我特别开心啊，有好几千人。也不知道头几排这些有钱人啊，脸上就有没有觉得发烧，就是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你看不送我们来，是出去买一些还来得及，没有关系，这黑天黑的晚没事啊，谢谢。然后那边人家，哎呀，我刚都送，刚才我发现那么老远那么老高还有都送礼物，让我特别的感动啊，谢谢。你们做的太高了，你们是真的没有钱吗？哎呦，别胡说八道，不是觉得不合适哈？对，全都买礼物了。谢谢谢谢。嗯，那个上去啊，我怕你们撕了我啊。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又出台呢。别胡说八道，什么叫出台啊？第二次出现在舞台。嗯，我们喜欢说相声。那是我这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嗯，这是必须的吧。对，其他的时间就是游泳啊，逛街啊，喝茶呀，唱歌啊，聊天，其他的时间都是在研究相声。争取你哪还有时间啊，挤出时间来研究相声。也不怎么挤出来的，把更好的节目回馈给大家。对呀，感谢各位。大伙儿都知道我们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嗯，唱指的是太平歌词。对了，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我估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听过。哎嘿嘿，您呀就没什么学问，就别上口了。就《白蛇传》呢，还《博蛇传》呢？《白蛇传》嗯，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长虫啊，这个蛇。通俗一些嘛，太通俗了啊！白色的长虫，嗯，在那转，白蛇转，一圈一圈的转。您说那是贪吃蛇，还一圈一圈跟那儿转。贪吃蛇啊，讲究是四个人物，哎，白娘子，对，白娘子，白贞素，还有一个白贞素啊，啊，这娘们一点油水都没有啊。各位您听见了吗？怎么了？身为一名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张嘴闭嘴娘们儿娘们儿的，好家伙，怎么了怎么了，听得我都激动，我都还是您露脸。您别胡说，白素贞，白素贞，哎，还有他的爷们，爷们，嗯，爷们总比娘们儿好听吧，在那儿一套啊。爷们叫许仙，许仙姓许名仙，哎，字三多，许三多呀，不是许汉文，许汉文，哎，还有小青，小青，法海，怎么？法海，法海啊，法海还，法海啊，你是哪人？北京人。北京人说话就得北京话呀。北京话怎么说？法海，法海，街坊这是。马铁，哟呵，施主，啊，耍流氓呀？说的是这种感觉呀，啊。这是法海吗？这个？四个主要的人物，嗯，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许仙的爱情故事。对了，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啊，我给您讲解一下故事。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没日子，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二楼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好，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哎，这好，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行了行了，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王婆。王婆开了一个茶馆啊，哎呦呦，许仙大官人来了。好，后来这个许仙被武松给啐了。行了行了，这武松他妈逮谁啐谁，这个您别胡说八道了，您说这不对知道吗？怎么了？您说这水浒传，这是水浒传白蛇传，不是都传呗，都是没听说过，故事不一样，故事不一样啊，哎，您得说这白蛇传。那姑娘，嘿，哎，姑娘怎么了？你发短信了干嘛？跟谁聊呢？就是拿手机换。好，不拿了不拿了啊，真往上递啊，吓我一跳。那个咱说这个白娘子的故事，好好说啊，咱别闹。有这么一段，有这么一本书吧，啊，叫做《异妖传》。异妖讲究的是白娘子的故事。对了，有这么一个小牧童，牧童前去放牛，牛童在路边上发现一条小白蛇，哎呦，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死了，要嗝儿。小牧童心生怜悯啊，把这个小白蛇弄家去了。怎么吃的？是熬的，是炸的，还是
一车你怎么就知道吃啊，就知道吃啊，没死趁着新鲜吗？给他疗伤敷药，把这个小白蛇伤给治好了，养肥了吃啊。你是不是就知道吃啊？那你吃它干嘛呀？治好了放回峨眉山，放生了，放生了。哎呦，等到一千年以后，千年轮回啊。有这么一首歌吗？嗯，等到一千年以后。啊，你马上就千年以后了，你啊。小白蛇，嗯，修炼成仙，蛇仙带领着自己的妹妹小青，小青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妹妹小青，有的人说小青跟白娘子是亲姐妹啊，亲姐妹，不对，怎么不对啊？邻居妹妹。那山上有房吗？就邻居还林妹妹，玩去，就是亲妹妹，亲姐俩，不是亲姐俩，哎，亲姐两条蛇不？你有研究吗？那怎么的？就问你、啊，白娘子是什么色的长虫？白色的呀。小青呢？青色、绿色。如果说他们是亲姐妹的话，他们的父母是什么色啊？父母青花瓷啊。那他爸爸周杰伦呢？没听说过，像话吗？这个，哦，合着就是说不是一窝，不是一窝蛋，哦，对，蛇下蛋嘛、嗯。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恩人是就是许仙呐，这小牧童，小牧童投胎转世十代人，十世善人，变成了许仙。对，在哪一天认识的呢？哪一天？清明节这一天。好日子。您薛微等一会儿，我怎么还得薛微呀、啊？你们家清明节是好日子呀？废话，你清明节不是好日子，国家给三天假。那国家给假就是好日子吗？给假都是好日子。那比如说你给你爸爸上坟去，你给你爸爸上坟，你给你爸爸上坟，你放最炫民族风吗？干嘛嘛？爸爸听个歌吧，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那都像话吗？那都我爸爸的炸了吃的。清明节这一天在西湖边上哦，游玩。哎，许仙边走边唱。许仙怎么还唱啊？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嘿，也好这么一段。你等会儿吧，许仙唱得了这歌吗？桃花朵朵开呀、啊、干嘛唱这歌？这歌谁的？阿牛。原来他干什么的呀？放牛的啊。哦，这个还有穿越的事呢，这都是有姻缘的嘛。哦哟，在山顶上，白娘子寻找自己的爷们恩人、恩人、哎、哪一个是我的恩人、流氓了、让小青看出姐姐的意思来了。小青是听原来我的姐姐在找自己的恩人。对，小青懂法术，那是手掐诀口念咒，霎时间云掌西北是雾奔东南。怎么样？小雨啊，淅沥沥沥可就下起来了。清明时节吗？下雨不要紧，嗯，许仙得回家呀。对，引出来游湖借伞。没错。没成想，白娘子和小青已经在床上等着呢。哎呀，那三个人，这算是相识了。哎，这您哪个版本啊？这是？你借我瞧瞧。什么哪个版本？我们怎么听着小青跟白娘子在床上等着许船吃汪船吃汪那不还是床吗？游湖借伞有那个歌吗？哪歌？哦哦哦哦，西湖美景三月天。好家伙，咱们新疆没有 KTV 吗？在什么都跟他唱着，就是，三个人游湖借伞认识了，是是是，回家结婚生孩子，不是仨人，不是仨人啊，就白娘子跟许仙啊。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神仙都是，其实不然，怎么呢？当中有人破坏，谁呀？金山寺老法海，耍流氓那个。哎，为什么破坏人家呢？为什么？过去的人呢都迷信，嗯，家里有人有病了有灾了，不去瞧病。那怎么着？金山寺法海这儿烧香祷告，上庙里。老法海指着这个捞外快，哎，香火钱。自打白娘子去了以后，开了一个药铺，什么呀？保安堂。对，乡亲们是奔走相告。怎么呢？这个时候白娘子治好了我的牛皮癣。牛皮癣。那个时候白娘子治好了我的白癜风。哎，皮肤病。有人说白娘子治好了我脸上的脚气。对，一传十，十传百。哎哎哎哎哎哎！再也没有人。别传了，别传了。那脸上有多脚气的吗？
他让人家踹了一脚，那也隔着鞋呢，传不上，澡堂子里踹的。哦，那个钱勇来的可能是、嗯、就这么巧妙、啊、是是是，踩在脸上了。哎，白娘子给他抹了一脸达克宁。哎呀，达克宁也是白娘子的风、啊、嗯，乡亲们是奔走相告。是是是，再也没有人去金山寺法海那儿烧香祷告，香火不好了。老法海一研究，这怎么回事啊？研究还得，不行，我得算一算。老和尚会法术，掐指一算，怎么样？嘿，哟，够难的还、啊、我的天哪！别脱了，更没人来了，知道吗？算出来了，哎，原来呀、啊，两条长虫从中作梗，两条蛇妖。不行，我得去找他的爷们。爷们啊，没等法海去找许仙，啊、许仙来了。许仙干嘛来了？还愿来了。我上庙里。自己的生活怎么突然间这么好了？嗯，还愿来了。还愿收让老法海给拦住了。是法海，我、哦、这是法海和尚吗？就这样。这位施主，有道的高僧啊，且慢行。嗯，怎么了？据我所知，是，你娘们是个长虫。这都是和尚说的吗？白娘子一听生气了，许仙呀、啊，许仙一听生气了，对呀、啊，说媳妇不行了，怎么着？啊，我娘们是长虫啊，你娘们才长虫呢。哎，大海，寡妇骂街了，还施主，嗯，我没有娘们。对他合着，挨骂了这句。但是你娘们真的是个长虫。行了，别说了啊，白色的。哎、行了行了，和尚嘴里他在吸你的阳气，哎、真仔细，你们吸我的阳气呀、啊？是，我愿意。你死不死你施主，这法海要变呢，他在缠绕你。哎呀，缠绕我呀？是，嗯，这个没羞没臊这个劲儿啊。我愿意呀、啊、脑子还有问题。施主，你看这是个尼姑，这是个，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嗯，港版还。他要弄死你，你到底要怎样？弄死我啊！我愿意。你死去！施主，你换。你这样吧，哪样？我这儿有一瓶，老得端着呢。雄黄酒。啊，雄黄药酒。你回家让他喝了啊，他就会炫原形。还炫原形，掉泥里了是怎么了？许仙是半信半疑啊、嗯。得了，反正不要钱，拿着吧。不要钱就拿着，就回家了。嗯，引出来五月端午饮雄黄，误饮雄黄。白娘子喝了雄黄酒，是现了原形了，变了。他确实是个长虫啊，就是蛇呀。当时唰变成一条巨大的长虫，啊、哦，那散卷了。当时就把许仙给吓死了。是，许仙抬头一看，哇塞，还真大。呀，你看。死的还真蹊跷，死了。是是是，得亏小青懂法术啊、嗯，把自己的姐姐骂死回来，骂死回来，变成人形啊、嗯。白娘子低头瞧，我爷们死了，这许仙呢？我不能做寡妇长虫啊！你看，双保险、啊、听着，对不对？我得改嫁呀，对不对？没听说过，你得救人。啊、对，我得救人呐。改嫁干嘛？引出来仙山稻草，哎，盗去灵芝仙草啊，把灵芝草盗回来，嗯，把自己的爷们救活了，是还阳。许仙二一次来到金山寺。干嘛又去、啊、找到老法海啊，他跟他聊聊啊，理论一下哈。法海又来了，你看，施主，嗯，你来啦。我来了。哟，老实多了。怎么样？嗯，我说的没错吧？没错吧。是长虫吗？是吗？是呀，是长吗？哎呀，你人家媳妇儿，别瞎问啊。长就行了，还回答还得白吗？老流氓这一个，可以了，可以，行行行，哎，这这好，白蛇嘛，可不，爷们儿，别爷们儿，别走了啊、嗯，在我这儿待着吧。是，我这儿除了没有美色，什么都有，多没劲呢。许仙就没走。留到庙里了，留到庙里了。哦，一天没走没关系，两天没走也没关系。嗯，到了第三天，想念自己的夫人，想媳妇儿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呢。怎么办啊？烧香祷告，在庙里嘛。前面有尊大佛，是许仙往这一跪啊，张嘴唱上了。你看还有词儿。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这求佛也是他唱的。单说白娘子这边是三天没见自己的爷们啊，心里得琢磨了，三天才琢磨哪儿去了啊，想想吧，不行我掐尾算一算啊、哦、你看这娘们心真宽啊，还得吃完饭算算。谁说吃完饭了？你不是吃完饭吗？谁说苏州话吧，杭州话上海话不就掐尾？不是掐尾？对啊，掐尾掐尾巴，就那根棍有什么可掐的？你看点烟灰呢，这发报呢，这哎怎么的小青啊、这是你的吧？这哎呀，小青都休克了估计。哦，这也能算出来？哎，算出来了。你看怎么算？原来在金山寺老法海那儿，嗯，带领着自己的妹妹来到了金山寺。哦，找到老法海，有人得跟他说几句啊。嗯，老法海，法海，你这样做太不对了。你看，还我的爷们。哎呵，女权主义这还是吧。嗯，这位女施主、啊、修德无礼。嗯，此乃佛门境地，你还知道，怎么会藏你的爷们呢？嗯，还给我。哎呵，你不给我、我弄死你。这哪山上下来的？这是来弄我呀。呀，你和尚等着呢。嘿、嗯、走出去干，出去干，走外边打一仗。俩人出去打去了。哎呦呦呦呦，打着打着坏了啊！白娘子打不过他，没人厉害。不是，怎么呢？身怀有孕，怀孕了，怀着许仙的蛋呢。这怎么？哎呀嗨，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怀着许仙的种。对对，怀着许仙，怀着许仙的蛋干嘛？怀着许仙的种呢？真行，这是怎么着？大哥听不下去了，要走啊？啊？厕所吧？啊？啊？不忙啊。嗯，施主，哎，怀着许仙的孩子呢。对，怎么办呢？嗯，赶紧喊小青。喊青。小青，嗯，替姐姐盯会儿，打一会儿。姐姐盯不住了，哟，姐姐走你的。对，我跟他拼了。嚯，小青跟法海打起来了，就赶上仗。白娘子走了。是，其实呢，搬救兵去了。什么救兵啊？搬来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哦呦，引出来水漫金山寺。这书里有水漫金山寺。不要紧，白娘子生了孩子了。生了，在水里生的孩子。是是是，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呀？水产。这叫啥？白娘子下俩河螃蟹，这是啊，很流行的一种分娩的方式。水中分娩，生出一个男婴来。男孩。许仙看见这个孩子了，怎么呢？坏了。怎么了？怎么？我错怪我的娘子了，吓我一跳。她确实是个人呢。怎么呢？如果她是个长虫的话，是她应该下个蛋呢。耶，你看，还上我生物课。娘子，我错怪你了。嗯，带领着自己的娘子还有这个孩子下山来，引出来断桥相会。哦，这就断桥相会了。断桥相会，咱得唱几句。怎么还得唱几句啊？嗯，为什么唱几句？咱不说那个小星那边的事儿，咱就说啊。人家说断桥的事儿，断桥相会，嗯，再唱几句，唱啊，唱出白娘子内心的委屈。谁唱的好啊？谁啊？谁唱的好？谁、啊？京剧有啊，啊，断桥，对，评剧也有，但是我认为唱的比较好的，能够深深的触动我的，啊，河南豫剧，为什么呀？常香玉大师，我知道在新疆河南人比较多，对，喜欢听吗？喜欢听，一会儿回家去听好吗？白说了，上网，上网去听一听断桥长相遇。哎呀，太好听。如果搜不到怎么办？嗯，就插网线，多新鲜呢、啊、连 WiFi。 来，长相遇能唱多好啊，听听。唱多好吧。嗯，就这么说吧。嗯，当时我在郑州听的啊，郑州台底也有3000观众，是全都给唱哭了，全唱哭，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当时我岁数比较小，但是我能感染到，真的，常香于那个嗓音呐、啊，那个表达，白娘子内心的故事啊，内心的委屈。老伴儿，哎，妈爱听这句，不是您说就是，常香于在郑州，对，唱这个断桥相会这一折，对对对，台底下3000观众都唱哭了，
对对对对，这个我咱说，我得说说你啊。您说您说，就是您是河南人，我知道。嗯，您这个捧这个河南的地方戏呢，应该的。嗯，您有这个乡情在里头。嗯嗯嗯。但是呢，咱说实话，咱这不能夸大其词啊。没有啊，您说这个听戏的观众3000多观众全哭了，这我有点不信。您要说有那么500、800、1000哭了，我可能信。您说3000都哭了，我不信。没有听戏替古人担忧的，您这话说大了，满嘴跑火车。我告诉你，咱们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你甭说这个。你咱实话实说，过去的聊斋怎么了，每一个人看着都害怕。咱们在现在再想想，那都是拍出来的，都是假的。你现在再看不一定害怕了，对不对？声光电十几年前咱们接触不到太多的艺术，当时把台底3000多观众全都给感染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不再说他唱的特别的苦啊。说什么特别的苦？哦，就唱的苦。对呀。那我也不信。这不施主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不信，打个假。还长相一句。有老乡没有？有老乡没有？好，虽然只有5、6个啊，但是我唱一回。谁唱一回？我唱一回。哎，岳云鹏你唱一回。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常香玉在这儿唱我们都不带哭的。常香玉要是在这儿唱我就哭了。你哭什么？死好几年了。那就更不哭了。你这不开玩笑。咱甭说观众啊，观众朋友们哭不哭那是人家的权利，人家的自由，你必须得哭。我凭什么哭？就不哭啊。你就得哭。我就不哭。这个戏特别的苦。苦也不哭。特别的悲。悲也不哭。大哥回来了。哎，那你回来也不哭，认识的了。尿完了。是啊，尿的好不好？啊，你这问不上不上火的了你？分叉了没有？啊，这什么都管。大哥哭啊，因为我要唱戏了，你得哭好吗？这玩去玩去，不哭不哭，听戏听哭了，凭什么？我就不哭。那我唱了。你死不死？你死的我也不哭。朋友们，准备好您的手绢，唱你浪了你。啊，擦眼泪。哎呦，还擦眼泪还？这个擦眼泪，快干嘛干嘛？擦眼泪，这没有。擦眼泪，站台我哭这呢。好，我这就开始了啊。开始还死不死？你干过白活是怎么着？还得说哭就哭啊？是怎么着？我得入戏呀。不是，你等咱说清楚了啊。你哭可不算啊。我哭当然不算了。那会儿你哭的稀里哗啦也算，那不行啊。你就得哭。我就不哭，我就不哭，我凭什么哭啊？那小孩啊，甭吓唬人孩子，配合一下啊。就不配合，凭什么配合你？你笑什么？怎么那么王道啊这是你。悔不该你听信那你有点厕所里拿照里。怎么讲？你过分了你。什么调理了吧这是？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不哭可以，不许笑好吗？不是还不笑都不行。你又没有买票，你配合一回好不好？我凭什么这不许笑是吧？不许笑。那也不哭，那也不哭。回不该你听信那法海亲的手。哦，法海亲谁的手了？法海什么亲手？法海亲手干嘛？流氓啊这！
法海禽兽，悔不该你听信那法海禽兽。什么禽兽？哦，禽兽。我就冲听不懂我都呼不了，我告诉你。法海禽兽，哦，又亲一回。必为秦雄皇，强恩作仇，怒关人吓死在了罗威张口。丢不掉咱的恩爱情。哎，说感冒了。三秋，你是不是前列腺不好啊？为救你，倒令知我蓬莱山走。北河通达当渠路，让车撞死在这儿。哎呀，我把奸仇，老病都快勾出来了。倒气儿呢这。眼看看这，谁带着单身滴丸呢给我的？眼看看斩不过我白刀山口。多亏了南极星，全楼了都。站立在云头，我把咱恩爱情说明前后。吃头发了你？他赐我灵芝草。转满了你，哭！我的天哪，心都快出来了，就差咬我了，瞧见了吗？治好病，你不念咱精神。我的天哪！我呀，我活不了了！你等会儿，要了命！等会儿，你怎么哭了？哎、你踩我脚了，你们！